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啊？因为其实应该是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，因为我有个干女儿，那时候看到她的时候啊，她头发其实已经到腰了。可是啊，后来一月今年再看到她的时候，她头发已经留在耳下。那我就问她说为什么？然后她就跟我讲说她把头发卷出去了。完了之后就在想说，哇，才一个小五的孩子，可是她能够做出这样的事，我觉得是很棒的。那如果小孩子从小，我们就可以培养他这种回馈、付出，我觉得这样的教育其实是会让人家觉得感动的。这次啊，我会参加这个活动，是因为我觉得头发对女孩子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然后我觉得这是我心爱的东西，所以我要把我最心爱的东西，然后送给需要的人，就是有种像那种把自己的爱，就是送给那些癌症的小朋友。让他们能够继续勇敢的继续向前走。为什么会来参加这次的活动呢？会参加这个捐发活动，是因为我想要鼓励那个癌症的这个就是病友啊，能够让他们更有自信，这样帮助癌症病人，然后就是可以发挥善心，然后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会考虑继续剪短发吗？可以啊。那以后如果留长了还会继续捐吗？有机会的话就会捐，会，我会捐，只是在留更长，留更长我再捐。对。